这家店也是非常厉害，它已经红到了在台中已经开了三家了，而且它距离四维国小捷运站呢，走路只要十来分钟，方便啊。你看哦，这边是老屋改建两层楼的空间，而且呢，它用了很多的木质的家具，尤其你看它这个瓷砖呢、是白色的瓷砖油漆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还搭配了绿植，呈现小森林般的文青气息，有没有很有感觉？美食二选一，你来到这家店呢、真的我觉得你有温故知新的感觉，你会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阿妈家的感觉。对啊，就老房子改建，对，很有味道，但是吃的东西都很新潮。是是是，非常厉害、哦。颜色好漂亮。OK， 各位，两位，准备了，东君先来介绍。六层水果鲜奶油戚风 and 小三元浓抹茶千层蛋糕，这根本是个艺术品。而且它的水果是放整颗的，很有力。上面还有个无花果，是。哎呦，你要放自己一个哦。他们吃串烧啊？怎么有人可以蛋糕吃串烧？水果非常新鲜，太多水果。你嘴巴一进去的时候，你没有闻到奶油跟蛋糕的香气，你会先被水果的味道给震慑住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它每一层的水果都完全的不一样。然后呢，水果的甜再加上奶油的甜，跟我们的蛋糕体的甜呢，完全不一样的层次，各自不抢戏，但是个个都精彩。这就好像是第20届金马奖的男演员到第30届金马奖的男主角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大家去演了一部年度大戏的感觉。哦，那就是神仙打架。对不对？谁先打架，然后最后都没有好结果，对对对，他两败俱伤。最后他是一个它是一个飨宴。哦，飨宴，对，你可以正面一点吧，不要那么负面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我要演啊。我觉得很震惊的是，为什么一块水果蛋糕可以被你们整得这么？因为我们如果你们如果选到东京西剧的话，赢的人可以获得这个。对，所以我才草莓大卡龙，我才要攻击他。虽然我要赢你，但是我还是要讲。它最enjoy的那一刻是你咬下去，牙齿咬的每一层咔咔咔，每种水果的密度都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，每一个甜都是幸福的甜。对，但是我的一定没有，我还有一个，看似平凡，吃起来是非凡，抹茶千层蛋糕，有没有那个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的，回甘就像现泡。都是抹茶香气，但是因为它是抹茶浓度蛮高，但是它完全不会很苦涩的感觉，完全不苦涩的感觉，它有一点点微甜带走它的苦涩的感觉，然后一层一层一层蛋糕底吃起来是很黏、很滑、很嫩的感觉，你感觉好像喝到一口很清新的茶叶的感觉，然后尾韵的时候感觉是很像你含了一个很棒、很高级的茶叶的那种香气，一直在你的嘴巴里面萦绕，传到你的大脑上面去。但是耐人寻味，必须要讲，怕抹茶的人不能点，因为它抹茶味真的很重，它是有点偏苦，可是喜欢茶的，就会喜欢，就会很喜欢，因为它茶味很赞。如果还会回甘，如果你不喜欢抹茶的人，你一定是没有吃过这一款。你吃过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抹茶，吃了才懂什么叫抹茶。好，停，结束，我们不要再讲了，换你的。好，我来，先看粉红色这个玫瑰骑士，它是让你一吃就会一秒变贵妇的一个口味。它有玫瑰、荔枝、覆盆子和千层蛋糕，而且它的饼皮呢都是手煎的，包括你这个也是。都是他们亲自手煎的，然后口感非常的有一点饼皮，有点硬度，有点脆度，但是呢，每一层这样咚咚咚咚下去，你会感觉到黏腻味道。就是人家用那个 C 外双 C 的牌子开头的，是用那味道就是高级。这倒不错，这蛮香的感觉。茶味真的好浓，还在萦绕。你要洗干净的刀嘛。这个基本上在你唇齿里留下来都是玫瑰，你是一朵玫瑰，含苞待放的玫瑰。哇，抹茶园剥开之后遇见玫瑰，你现在那种感觉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玫瑰的味道其实蛮浓的，玫瑰香很浓，然后呢又有荔枝的甜味在里面。对，这个叫做覆盆子养乐多柿子葡萄可可奇风。这个好，养乐多与覆盆子的内馅啊，还有加上秘鲁秋脆的葡萄，秘鲁的葡萄，葡萄是来自秘鲁哦。OK， 然后清爽好吃，最后可可的戚风蛋糕点缀出现在的氛围，秋冬感。爱丽丝，你怎么觉得？哇，这个秘鲁葡萄真的没吃过。我也是觉得好像天的很厉害。你听我讲，
玩。我刚刚胳膊往外弯。哎哎，不要这样，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哎哎，胳膊往外弯。刚刚我单独吃葡萄，葡萄是酸的，但是我配在一起，加上内馅巧克力的戚风蛋糕，就变完全不酸，葡萄变得感觉很像甜的。它各自都有很棒的一片天，对，但搭配在一起之后呢，会融合出一个团队，然后迈向成功。哇，所以这是老板一直去把那个口味不断调教、调教、调教到最 balance。我觉得我们节目走中了，真的。Perfect。我觉得我们讲的话所以走中了，你们一定要口味票。其实啊，其实抹茶味道很浓，我到现在都还是抹茶香。好，东君、西君，请选择。那不然我们闭眼睛看指哪一个好了。喂，好好好，啊，闭眼睛一瞧，闭眼睛一瞧，一二三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哇，对，我们应该都是这个。西君获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原本就很喜欢吃这种红色系列的蛋糕，女生对，女生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。你懂抹茶吗？就是大人风格。你懂六层蛋糕吗？你懂吗？你不懂。你看，你看他走心了，他走心了，他走心了，他生气，他生气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因为女生想变贵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待会王要来挑战什么呢？哇，甜点控要来了！十五分钟挑战完成，就可以为第四家店加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的追亚哥呢，也有我们的，我刚刚赢得了奖励。我跟你们一起吃草莓大卡楼 ，OK， 十五分钟计时开始。好的，哎，太棒了，艾女士刚好。我真的很想讲她名字，但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太难了，算了，不要记得。哎，这对你来讲根本是在吃不吸不。目前时间25秒，小慧已经即将快吃完第一个草莓千层蛋糕。太厉害了，没有错，您现在没看，您也没有看错，30秒已经吃掉一个草莓大卡楼。很新鲜啊，草莓，草莓超新鲜，这应该是大酱吧？呀，现在目前1分04秒，小慧已经在拿第三个草莓千层，真的有一种很贵妇的感觉。我形容的蛮正确的，没错，就是你刚刚如您所讲，你现在吃起来超像贵族的。对啊，贵妇贵族。草莓千层第五个即将完食，现在要换个口味，现在要吃蜜乳葡萄巧克力，已经吃了6个蛋糕了，只花了2分58秒。总时间有15分钟，只要挑战完成就可以获得第四家店的加码加菜。对，他这个成分真的很大，这是稀里糊涂在吃。目前时间4分30秒，现在目前呢，两位大胃王已经吃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片蛋糕，这是一口，已经将近要一半了。食欲不好人看你们节目食欲都好了。目前时间10分19秒，好。现在目前桌上只剩下4盘了。你看贵妇还用刀叉，你看。好，现在小慧拿起倒数第二片蛋糕，来不及哦。会不会失败？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可以。会不会失败？最后1分20秒，我们能帮他们吗？你这一块拿去1分钟你也吃不完。真的好想帮他们。最后1分钟，出来就是要赢。没错。干了，跟你拼了！最后40秒 ，Let's go！ 最后40秒，帮忙帮忙！最后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停！14分59秒，一。哇，在最后0.89秒，在0.89秒就失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不要，15分钟之内挑战完了20个蛋糕，太强了。